逛完了，逛完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噔噔，时隔半年，我的 vlog 又回归了。今天呢，我将去买我喜欢的衣服。太久没有拍了，记得上一次拍是在日本。我觉得我的脖子已经受不了，来点。我已经逛完一家店，然后准备再去逛逛别的。我买了个奶茶，而且应该是集合店。我非常喜欢像这种简单一点，然后比较好配。但我个人呢，是会选衬衫、大衣服这种，看错了。其实这样的服装比较难驾驭，平常真的是出活动。师傅有一个黑色的墨镜，他给我推荐过，我蛮想拥有那一个黑色的墨镜。哎，真的有没有纯黑色的？我被师傅推荐了之后，我就一直想用。稍微有点大，懂吗？懂吗？是我非常爱的一个，它的设计也是就是干干净净的，非常百搭。我经常买的衣服都太花，太花之后呢，不是选择就太多，选择一多你就不好搭。大花有一句话是，没有一个柠檬水花，所以就很好看。做的对。其实也不能怪师傅，就是从小因为跳舞的那个环境，身边的人都爱。喂，反正就是我要带走。这不用多说，这个是我一直想买的款。还有点不一样。我要是拿了，肯定会被人拿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其实我看这个节奏这个黄色一套的丛林里，出品集的时候买了一件 CPG 的那种皮草的西装风衣，他们说你那个出品集那个白色的毛好好看，我是买挺好的。那件衬衫是后期制作过的，其实一开始没有只想穿那个衬衫。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外套，或者是露胳膊，或者是穿比较软的面料的，不太有安全感。出品集的时候就想要放下所有的包袱，所有的依赖，就轻松干净的上阵。这里面还有蛮有蛮款的。刚才那个男的那不要了。嗯。你看那个，你这个放眼镜的呀。哇。其实我也不经常出来逛街，就出来买手店啊、古着店啊、集合店去看一看，因为这样比较快，能够
找到自己想要的。每个人的审美不同，小弟就不要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不同而去评判自己。你们喜欢什么，你们就去做；你们想做什么，就去做。好的，逛完了，我准备去吃个饭，然后回去睡觉。太困了，太累了，但是是开心的，因为我大概买了半个月、一个月可以穿的衣服，开心开心，开心开心，饿了饿了，拜拜。太饿了，拜。淘宝，刚太热了，今天就是放松了一天，希望下次能够去一个配置多的店。那我们就拜拜啦！你们要是想看什么，可以再跟我留言。